家人们，昨天竟然被姨姨们偶遇了，因为我真的很爱带着狗剩出门，这不今天又出来了。狗剩每次面对新朋友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忐忑。啊啊哦啊哦哎，阿斯蒂阿斯多阿斯蒂克蒂克多，这毕竟是在人家家，你能不能收敛一点啊？强装镇定 JIF， 咱先把咱的铃铛正过来哦。冬瓜西瓜小傻瓜，放下来就没那么厉害了。妈，不行，抱我，抱我，别让我看他，又忍不住想看一眼。他咋会叫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害你被关起来了。皱着眉，一动也不敢动的样子，太搞笑了。你他妈主打就是一个害怕，但是想在此停留是吗？倒是挺会找地方的，这个时候有点像来人家做客的样子了。暗中观察着你在笼里，我在笼外，气死了，气死了，但是好可爱呀。哎妈，你说他俩跟苹果姐长得一模一样，但又不太对味儿呢。大大的脑袋，小小的疑惑。好了，又到了又说再见的时候了。哎，住手。好了，家人们，又是美好的一天，拜拜。